这样怎么播？知道你谁弄的？我跟你们说，出了这种事情，造成断播，你们谁都脱不了关系。断播，你们谁都脱不了关系。不知道为什么红了。红了？我看。这样，老姐，你先别着急，听我说啊。 高光，哎，赶紧带医美去休息室卸妆，看一下脸的情况。好嘞，大朱小子，马上公关，就说我们直播间技术故障，先暂停直播。好的，部长。其他人留在这儿调查清楚什么情况，来向我汇报。嗯嗯嗯，好，盯着点。哎，好嘞。部长，您忙啊。别气别气，梅姐。哎，别跟着我。没事吧？哎哎哎，怎么你们一来就出事啊？ 就这么点事都做不好吗？是不是你们几个弄的？当然不是。就你们几个嫌疑最大啊！现在你们查，查不出来就是你们的责任。好的，我们查。这点事儿事儿交给我们查。我就先走了，有什么问题发信息给我。好的。嗯，好。